Y8-PP 原木多片锯，是一款针对普通规格的长料及短料生产加工而设计研发的机型，适合加工宽度80到300、高度100到200、长度600到4000的任何原木。送料系统采用多排链送料，一机两用，即可锯原木也可锯方木。安全装置采用双防弹片装置，保证木料不反弹。压料系统采用双四轮压料，运行稳定顺畅。箱体各部件安装孔位采用高精度进口数控加工中心加工，确保安装孔位精度。高精度的安装位置让机器运行更稳定。主轴经过调制、淬火等热处理手段，提高主轴耐磨性，使主轴经久耐用。出料系统采用双排链出料，出料稳定顺畅。